现在已经各种音乐会都在演出。今天在这你看，这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这么多好朋友到我们家，这是我们家非常荣幸的日子。今天在座的都是多年来特别好的朋友、生意伙伴，这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能人。所以呢，真的就是说，我代表这个我们全家啊，这个向大伙的光临呢，表示这个热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。谢谢你。在这个长周末呢，大家都特别忙，你看，特别是程总，这个从 Orilla， 他一天都是日理万机的，从 Orilla 那个特别赶过来。真的我非常非常感动，还有每一位都是这个在百忙当中抽空过来赶到这里，所以呢这个我呢就是说这个准备了这些，我那个因为唐先生昨天抽空之中就是我们商量好了比较晚，所以我们昨天就买东西买，今天早上可能不知道是昨天买东西扭了一下人的，一下就是腰就动不过动不了了，那个招呼不周的，可能大家都是好朋友，自己随便那个随意啊，自己这么多富的，大家那个聚大家开心，对对对，好好对。现在都是今天认识的，都是自己的那个啊，谢谢大家，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这样的这个大家聚会啊，经常交流啊。互相帮助那个，谢谢。我再补充一点，感谢啊，再补充一点。对对对，这个肖红女士呢是曹先生的夫人，大家都知道。其实她呢是被老唐的这个光芒给盖住了，知道吧？其实她也是一个职业女性，而且她在这个保险领域里面做的是非常好的，是一个精英。但是她因为了丈夫，为了这个唐先生啊，他把自己的锋芒呢藏起来了，然后呢他这个默默地去支持他的先生，他们两个人呢在从投资理财领域的角度来讲，别人这些专业人士告诉我说他们是最佳的这种合作组合，一个做投资一个做保险嘛，基本上就连起来了，所以他也是一个资深的保险精英，但是他一般不大宣传自己，总是呢就是说在宣传唐先生，所以唐先生应该知足，我是节目今天告诉你要知足，知足常乐，知道吧？然后呢进来就对太太好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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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就更上一层楼，对对对，家人 take care 啊， take care 家人，无论是小孩啊，现在我父母也都在这啊，都是对我父母他们都非常非常的，比我对我父母还好得多。好，真的是孝子是对对对，对的。你像原来成功的人士一定要孝子。对，我公公婆婆过来，在我们这，我婆婆跟我们生活了20年。在国内就跟我们一起生活。现在还在这里吗？公公刚刚回去。哦。现在你父母在这里。现在我父母过来探亲。哦，很好。每天陪我父亲喝酒。啊，很好。充分利用老人家这个做的非常。是的。谢谢强烈。很好。还有嘞，就现在呢，就酒啊。对，是的，还有好多好吃的。今天晚上呢，要大家都唱两首，高歌一首，很多歌唱家、歌手、高手，所以呢，今天一定要尽情的这个玩好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，这是难得的人生生活的一个方面。好，谢谢啊，团长，就是借用你家里这么多好的东西吃，然后还有这么好的气氛，认识这么多好的朋友，非常感谢你啊！那下一次我们再聚一聚，就大家很熟了。对对对，谢谢啊！好，啊，好，好，就这个活动啊，一个没。所以很多像我女儿，还有很多是她的年轻新来的，都是她的部下。现在她就全职投资了。对，现在 full time 就是全职投资的。我
他们班主任餐馆有七八个。只是想问一点，就是说今天大家吃的。